房子，嗯，怎么样了？关于我们的高铁计划，你的计划我 only。哎、欸，老大，我看到阿森他们跟王子在一起，好像在谈生意，还签了合约 team。原来是他们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哇，今晚怎样安排？啊，来个呢？今晚就甩浪他了，鸡巴来跟我喝酒喽！15亿的 project， 单单抽成，我们都拿上了上千万，这次真的发达了。我们三兄弟终于有出头天了，摇身一变成了千万总裁。除了威总，我还要感谢 Paragon Club 的美女 Yanis， 因为她讨得王子开心，威总才可以顺利拿到这个计划。谢谢。我还有一个东西送给你。来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陪王子那么开心，我也拿不到这个项目啊！真的谢谢你。来 ，Cheers。我们开始涉及建筑业，跟城中大咖发展商合作新项目，建高楼酒店。现在的我们也算是人生胜利组，有钱后我们夜夜笙歌，尤其是阿宝玩得最癫。发达后阿宝被钱冲昏了头脑，态度嚣张，目中无人。哎，我不要你生活了。那你的小妹，你给我滚啊！我给他滚，滚！笨手笨脚，白痴！加油！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哇，你看音乐有没有？听到音乐有没有？哇，好玩，好玩，喂喂！喝完啦，你不会喝啊？啊！哇，喝完啦！哎，爸。你先坐，你先进去坐噻。走啊，走，走。你别坐啊。然后你走。哎、欸，不让你坐啊。坐啊。我坐。我要做红心。哎、欸，不要准备。这么多美女，你怎么走？有罪吗 ？OK， 有罪，没有罪，没有罪。哎、欸，不要借我了，坐啊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爸，我叫谁借你啊？没问题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你记小心一点啊。啊啦。哎，走走走！喂，哎，宝哥，哇，今时不同往日哦，宝哥，哇，现在有钱了啊！可以嘛？可是有些有钱人呢，可能全身上下都是 A 货。呸 ！A 货，你想谁是 A 货啊？喂喂啊啊啊！哎，老大，昨天 Jared 跟阿宝啊在酒吧被喝醉酒打架 ，Jared 的脚给打断了。抢了我的项目，还敢动我的人啊？二姨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有一帮家伙，一招得志，既然敢跟我抢生意，我一定要他们好看。Jared， 这次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。没问题啦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包在我身上。老总你好，听说你们公司刚刚得到一个大项目，就是和沙地阿拉伯王子合作的新铁路计划。哇，这么大的项目你们都拿得到，真是厉害啊！是啊，要不你公司还有其他股东吗？嗯，其实啊，我还有两个兄弟，是多年一起的死党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今天会有这样的成就，都是我们三个一起闯出来的。嗯，很好很好，真是年轻有为。是这样的，现在我手上有一个项目，我觉得很值得投资，不知贵公司可有兴趣？赚钱的东西，我肯定有兴趣啦。